今天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你们和非常六加一呢保持一个密切的互动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愿望、想法、梦想的话，那可以编辑短信给我们。全国的手机用户呢，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，10669999981，说不定呢我就能听到你的号码，说不定你就可以搭着金蛋金花世界，你愿望实现。很欢迎呢是和浙江安吉合作。所有的短信呢我们都储存在电脑当中，现在我要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的电话号码，我要和他进行电话互动。来，电脑准备停。好，首先感谢这10位朋友呢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和关注。那马上要进行电话互动了，那游戏是有规则的，如果电话接通之后无响您要不接，或者是彩铃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内您要不接的话，幸运就会和你擦肩而过，幸运会回到我们的现场。来联系。第一条信息来自内蒙古，手机尾号4746，电动车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是在内蒙古对吗？哎，对。怎么称呼？我姓董。啊，董先生啊。哎，姓董。董先生希望砸出一款电动车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你很幸运，十颗金蛋，序号1到10号，由您第一来选择。哎，几号？7号蛋。哎，谢谢你，7号蛋。首先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恭喜你，7号蛋砸开之后，金花四件电动车非常六加一送给你，我们会随时保持电话联系给你的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连线。嗨，宁夏，手机尾号8007。结婚的时候准备买个电冰箱，由于很多原因没有买成，兄弟在这谢谢了。一响两响，三响，停。九四零。来，姑娘，面向大家，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啊？我姓吕。啊？我姓吕。对。只要吕来选择一个号码，告诉我们。我选的2号。2号，来自己砸。好，小吕，恭喜，彩屏手机1款送给你，谢谢。继续连线。青海，手机尾号5739，自动洗衣机，您能帮我买台吗？先谢谢了。Try later. 啊。九。九。对。您。
这姑娘够凉快的啊。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啊？段落的段。小段，小段来选择一个号码告诉我们。8号。8号，自己来。好，小段，恭喜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，谢谢。继续连线。信息来自山东，手机尾号2158。他老婆总想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数码 DV， 就数码摄像机呀、啊。继续连线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是吗？你是李勇大哥？你是在日照？对。你老婆希望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数码 DV 机。对呀、啊。实现这个愿望吗？是否能实现你老婆这个愿望的话呢，先选金蛋，看看是不是金花四溅，1到10号十颗金蛋来选择一个号码。选3号。在。3号蛋砸开之后呢是没有金花，非常抱歉，但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话互动游戏，有机会我们再聊天好了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再见，连线。信息来自广东，手机尾号0882，送出手机给姥姥做生日礼物。两响，三响，四响，响。来，姑娘，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怎么称呼？我姓赵。赵姑娘，赵姑娘来选择一个号码告诉我们。1号吧。1号。好，赵姑娘，恭喜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，谢谢。连线。湖北，手机尾号是0086。太阳能热水器。喂。号码已转入来电提醒。系统已经记录了本次呼叫，已经告知对方，请挂机。停！六、四、零。你好。谁想跟握手还是咋的？都想。啥玩意儿都让你占哈？你咋不跟他握手呢？不敢是吧？就敢跟我握是吧？来，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。我是黑龙江来的，我姓宋。好，宋先生来，五选一，选择一颗。10号吧。给。好，宋先生，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，恭喜。继续连线。信息来自吉林，手机尾号2676。信息发了很多，等不来我的电话。要做妈妈了，想送给宝宝一个婴儿床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啊？喂。哎。我打错了吗？没有。这个信息是你老婆发的吧？是我儿媳妇。啊，你儿媳妇发的？哎。哦，儿媳妇要做妈妈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正好在预产室呢。哦，那您要做姥姥了。我当奶奶。哦，奶奶，奶奶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啊，奶奶啊。哎。希望有一张婴儿床。啊、嗯、啊、那您现在儿媳妇帮着儿媳妇选一颗金蛋怎么样？现在还剩下4号、5号、6号、9号。啊，砸6号吧。感谢您对
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，婴儿床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的儿媳妇儿，我们会随时跟您儿媳妇儿保持电话联系的。那祝你儿媳妇儿呢生出一个健康好看的宝宝，时间关系，再见。感谢广西手机尾号0799，牵挂父亲，希望能够给父亲买一台按摩椅。一响，两响，三响，来面大家叫一下，怎么称呼啊？姓江。小江啊，小江，我看你有这个手机带，你有手机了啊？那因为砸开金花之后呢是手机啊，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呢，我们还能还有两箱肥皂，你看看。开玩笑，小江来，再选一，选择五号。五号，选五号。有了有了，我刚给你，你不有手机了吗？两箱香皂你不要哈？来连线，山东手机尾号5096，想表达一份孝心，送一张双人床给父母做礼物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。你好，你好，短信我们已经收到了，是在山东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想送给父母一张大的双人床作为礼物，孝顺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感谢你对我们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，现在还有两颗金蛋，四号蛋、九号蛋，二选一。九号和几号？四号。九号和四号，那算九号吧。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，九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世界，没有问题，大双人床送给你的父母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祝你父母身体健康，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，再见，连线。最后一个金蛋信息是来自江西，手机尾号1912，妈妈做生意非常忙辛苦，想借贵节目呢买台微波炉给他妈妈。是我，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李勇，你好吗？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听声音好像身体不大舒服啊。没有，刚上班，刚带完团。啊，刚什么？带完团。刚带完，哦，您是做旅游工作的。啊，对。也很辛苦了，你说你妈妈也很辛苦，所以想送台微波炉给妈妈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啊，那实在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休息了哈。还有最后一颗金蛋，十颗金蛋当中呢，还有剩下最后一颗，就是四号蛋，那没得可选了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么幸运，好不好？嗯，行。我知道你很辛苦啊，你也孝顺你的妈妈，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，微波炉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的妈妈，我们会随时再给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注意休息，带你妈妈好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再见。好，我们短短的时间呢，电话互动环节到此就结束了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梦想愿望想法的话呢，可以编辑短信，全国的手机用户呢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，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。本环节是由 和浙江安吉合作。那请欣赏秦文莲送给各位的六加一播出的那一天是什么的饭店，我挨着桌子每桌每桌给客人唱歌，那时候的我真的像个大明星似的，我特别的开心。非常感谢非常六加一让我证明了自己，只要有自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唱。他们
奋斗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，心中的梦想仍然像一盏灯，人生闪光。在新中国六十周年之际，十五位普通人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，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祝福。10月4日至8日，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11:40，非常六加一国庆圆梦特辑，60华诞举国欢庆，梦想舞台快乐圆梦。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，谢谢。今天登上非常六加一梦想舞台的依然是3位主人公，他们的编号是1号、2号、3号，他们究竟会是谁？我们首先呢，要请出的是今天的1号主人公，我们掌声有请1号主人公齐冬梅。你知道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杀人机器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这是电视剧《误入军统的女人》里头号女特务齐冬梅。剧中的齐冬梅陷害朋友，出卖上司，无恶不作，用各种手段来获取情报，破坏革命的进程。除了老板，其他的伙计都给我带走，打打快点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号选手，这个可恶女特务的扮演者马丽祥。所以说当节目主持人有多累啊，不光跟其他的各种职业的人打交道，还要和女特务打交道，特务之间要对暗号，对不对？问问我们这位女特务哈，你脸怎么有点黄了？防风涂的蜡。防冷涂的蜡。哦，防冷涂的蜡。怎么又红了？精神焕发。天王盖地虎。宝塔镇河妖。是同事呢还是特务呢？你说齐冬梅呢，其实呢她的名字叫马丽霞，但是齐冬梅的名声啊比她的本名马丽霞呀名气大多了啊。网上呢点击呢我们看到了留言的非常多，可见你塑造的人物多么受尤其是男观众的欢迎。谢谢大家。我就在这里呢就选了那么3条跟大家伙说说，然后呢你听完之后呢你发表一下听后感言。好，好不好？夸我的我就不怕，来吧。这位网友留言了，说这个女人啊太坏了，连朋友都害，社会的垃圾，基本一副欠抽的样子。不是，勇哥，这都不是耸人听闻的，我都捡好的。我这脆弱的心脏啊！这第二个哈，第二条好，第二条好，好就行。说他主要说你的这个长相了，这我有自信。说齐冬梅的脸上至少抹了1斤的粉，真是丑女多作怪。最后一条，越来越好。我还，这是表扬了吧？这条说导演选演员选的太好了，你看，谢谢。这样，这个女的一看就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女人。请马丽霞、齐冬梅啊，发表一下听后感言。我这心呐，拔凉拔凉的。其实啊，我特别想借着今儿这机会为我们这种反派演员平反一下。好多观众朋友基本上走在马路上打老远，指着一反派演员说，就那个在电视上太坏了，那怎么还没死，等雷劈呢他。不是啊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是我们，角色是角色，那跟我没关系。我们是善良的，我们的内心是阳光的，我们跟勇哥是不一样的。没人这么说我，不用去过多的去辩解什么，只能说你所塑造的角色，既然大家能够恨到你，
那就是因为呢，你演得非常到位。我们今儿啊，现场啊，有一位公认的大好人，郝庆常，也是电视剧里的，也是个女人。哦，你要现在要歹毒起来，你要把这么一个善良的女人，把她演得非常的恶毒。先看看是谁。哎呦，白娘子。白娘子啊，旁边是许仙。哎呀，这小伙子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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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给他把罐儿披上。多么善良的语言呢、啊，我善良的一个人呢、啊。开始吧。特务，特务还特务还这样呢？特务也可以这样。你不，我们现在先界定一下，你不是打入内部的哈，你上来就是特务。行了，交给我了。关羽，娘子，官人，我今天有话要说。娘子，请讲。你我断桥相会，雨伞为媒，同船共渡，实在是天意的安排。常言道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在钱塘江这些日子，我对你是百般的呵护，从来没有让你受过任何委屈。我冒着被雷峰塔压的危险，为的只是报答你的恩情，可是没想到，到头来，你却听从这个法海的话。你见过烫着头的法海，那能是好人吗？娘子，我知错了。啊，官人。咣。喂，没事，我是你副官，我一枪给他毙了。哦哦，谢谢你啊，去把我们大罐还了去，把我那个孩子拿过来。刚才啊，说老实话啊，我上来之后啊，马丽霞没说你什么太好听的话，哈哈。没事，我这人就是记仇，没关系、啊。现在你可以跟大家伙啊去交流交流，沟通沟通，啊，把自个儿的委屈啊。可以跟大家伙坐一坐啊，看看大家伙啊赞同不赞同你的意见啊，让他们发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想想问题哈、啊。哎。待会儿他问你的什么问题，都注意啊。去了。去吧，注意啊啊。我可问了啊。大家都是好人，做人得厚道。厚道，厚道，厚道，都厚道。来的都是朋友。美女，来先一美女。那个，我先。乖，厚道啊！厚道。你安静。安静，我绝对安静。他刚才给你们看了什么？来告我，我知道你是一好人。真不能说。你是被他迷惑了，我不问你了。对，他被迷惑了。他被迷惑了，帅哥。帅哥，我想问你一问题哈。你喜欢看流星雨吗？啊，不能告诉你。你喜不喜欢看流星雨？不能告诉我。啊，是啊，那肯定啊，不能告诉你啊。那你想跟我一块看流星雨吗？不能。你能告诉我你能什么吗？啊，你能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能。要如实的回答马丽霞的话吗？你可急死我了。你换个人吧，换个人吧，我建议你换个人吧。您来换个人吧。这大爷，大爷，我是您一晚辈，您忍心看我在台上就受他这么折磨？您不忍心对吧？所以
所以您就告诉我吧。说你不能说，你又说了。气死我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，挺好。谁弄的这玩意儿？挺好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不是我还没不知道你那说的是什么啊？他不知道，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。不知道，你给我看一眼呗。你一下到舞台和大家伙交流的时候，玛丽亚，你演那么多反面角色，特务啊，以特务，我们拿特务举例啊，你觉得累不累？累，说实话真的挺累的。观众也知道，我要是演好了，你们会骂这个角色；我演不好，你们会骂我这个演员，里外里我都是挨骂的那个，所以我压力很大，无处宣泄，我只能哭。哭，他经常会在剧组的房间里面哭，哭什么呢？就是压力很大。我告诉你们大家，玛丽亚为什么哭？他哭啊是犯愁，犯什么愁呢？他怕嫁不出去。你想演那么多角色，大家从屏幕上认识他，有多少人能跟他面对面的交流？他不知道他心怎么样啊，你说这种人谁敢接触啊？他万一在生活当中他也那样呢啊？犯愁，玛丽亚犯愁哭，但是呢你还别说，玛丽霞准备出嫁了，大伙儿为你高兴，但是我倒替她担心了。想想啊，她所塑造的那么多那样的角色，谁敢娶她？老婆，真的是人生如戏。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还打算要接三部戏，但没想到三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。谈了一个月吧，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俩就决定结婚了。可以说我们两个人是属于那种闪婚的。因为未来的老公太忙，这结婚前一摊子的事儿都是玛丽霞在跑前跑后。第一件大事儿就是装修新房，还没弄完呢，这有层壁纸都不行，还得都给刮掉重弄。哎，整个结婚里边所有事儿装修的最忙。那天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要当新娘子了。就这么轻易就把自己嫁出去了？这个就怕没人娶吗？不是？啊？不是怕没人娶吗？啊啊，就是。赶紧找一个，对，当时先找一个落脚地儿哈。没有，至少一辈子落脚地，不是先。他那么忙，他态度积极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，然后给我一戒指说，那个结婚吧。我觉得他那就不是求婚，那是逼婚。就是那个不像是那种很殷勤的样子啊。一般女孩都特喜欢像童话里面那王子啊，拿着鲜花，拿着戒指求婚，浪漫的哈。对，他没这个。这你未婚夫今天来了吧？来了，我给您带来。叫上来。大家好。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怎么称呼？我姓刘，叫我小刘就行了。小刘哈，小刘评价一下，玛丽霞呗。玛丽霞挺温柔的，反正跟特务是成反比了，是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对我挺好，对家里人挺好的，对全家人挺好，是吧？啊，那人家刚才说希望有那么一个浪漫的环境，你就那么敷衍了事儿了？这不来给他补一下吗？补一下啊？怎么补啊？怎么补啊？那我准备好了，来秘书上东西。不是，玛丽霞，这是你准备的啊？我要求的啊。既然求婚，咱得有一程序啊，我得先宣读一下结婚合约书。那我呢？
你做见证人。哦，我做见证人。对。嗯。结婚合约书，第一条，男方在婚后每月按时上交所有工资奖金，不得有任何截留。女方将视男方当月做家务的表现，给其零用钱300到500元不等。这个做多少顿饭，蹲多少回地啊，洗多少只碗，铺多少次被子，收拾多，反正300到500不高啊，比小时工还差呢。二，男方婚后立即戒烟戒酒戒牌戒麻将。你抽烟喝酒吗？我不抽烟喝酒。嗯，不抽烟，但是呢喝酒少喝点酒。人家说了哈，戒烟戒酒。戒烟戒酒可以啊，为了戒酒不是少喝酒，戒酒不准喝。对啊，为了下一代啊。对，为了生。哎，他想的挺周到的。那他比我想的全啊。那来第三条，男方必须坚持锻炼，腰围不得超过25寸。一旦超过标准，按每日50元付给女方精神损失费和眼神损失费，直到减回去为止。让你锻炼身体。以上条例男方不得有任何怨言，女方有权随时增改条例内容。谢谢。你会签吗？我会签。当然了，架不住愿意哈。不算太苛刻。你受虐狂啊你！签。签。好了，大家看到了，我们都举起来。马丽霞呢，希望有这样一个仪式啊，但我觉得这个仪式啊，还需要有些色彩来装点它。你现在态度好一点啊，现在马上就是求婚仪式，接下来态度好一点，你日后就少受点苦。你像这苛刻的条约啊，拿花来。都知道作为男人嘛啊，能伸能屈啊，我经常就这么说勉励我自己啊，成熟的道德总弯腰，没啥吃亏的。大声清楚地说，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大点声，我没听见。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哎呀，女特务终于找到归宿。但是我觉得被他们现场的这个气氛，我也被感动了。临时，非常六加一最显著的啊，最明显的符号就是蛋。我们送俩蛋给你们。金蛋，玛丽霞。谢谢。银蛋，玛丽霞的未婚夫，把花放这儿。玛丽霞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，要请你步入一贝师梦想之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老公，拿咱家蛋，这花给我。完了，好，王丽霞，祝你好运。谢谢。直奔你。
上，紧紧合掌爱我都不怕。我穿越重重人海，停不下来，看最后谁是主宰，谁失败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，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。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着你满怀，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，我都不怕。马上呢，我们就要认识的是今天的二号主人公。现在我们掌声请出二号主人公王维。今天的二号选手王伟是一位写字楼的咖啡师，在平时大伙都在工作的时间，这里很少有顾客来喝咖啡，所以在很多闲暇时间里，王伟就在这里拜会各路江湖朋友。朋友一号，咖啡兄弟，咖啡豆子长得一样，味道可是大相径庭，来尝尝这些新口味吧。不知道了吧？是。这个呀叫加菲雪街，原产地在非洲，稍微有点酸。不要一个专业咖啡师的要求来要求一个魔术师。朋友二号，魔术大侠。俗话说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这一过招，谁是魔谁是道就一目了然了。哎，不可能啊，你怎么弄的？猜了吧。不要以一个专业魔术师的要求来要求一个 B-box。 嗨，朋友三号 B-box 先生。海绵。嗨。 B-box 乃口技也，这位 B-box 先生乃圈内大仙级人物也，至于王伟嘛，只有等着洗脸的份儿了。不要以一个比方小的要求来要求一个咖啡师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咖啡师里边毛 B-box 玩的最好的，而 B-box 里边我的魔术变得最好，在魔术室里边我的咖啡煮的最好。二十一世纪要不就是综合性人才，不想当 B-box 的咖啡师不是一个好的魔术师。我是王伟。你看，端着一杯咖啡，来我来尝尝。这是你煮的咖啡？对对对。
怎么样？很难喝吗？我看你像是一个咖啡师哈，但是你所结交的朋友和你一些言谈，这个举止，你到底最终是什么职业？那这个每个人可能也说不好自己是什么职业吧。那比如说勇哥，就拿你来讲吧。嗯。那你在电视台是主持人吧？嗯。那你是你女儿的爸爸？嗯。是你媳妇儿的老公？嗯。那你到底是干嘛的？我是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干嘛的？你既然那么喜欢那个 beatbox， 对 beatbox， 你来跟我们来秀一段 beatbox。那这样的话，我需要我的兄弟，刚才屏幕上大兄弟跟我一起来表演一下。啊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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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的。好，来，有请。好朋友的助演哈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说句话、你别不爱听啊、哎。你刚才跟他比起来啊，你不如人家。他明显不会煮咖啡。王伟刚才在短片里面已经说了啊，在煮咖啡里面呢，他 beatbox 是最牛的啊，在 beatbox 里面呢，他这个魔术是最牛的。那就这样吧，来你最牛的魔术。好的，上下道具。上下道具啊。那你接下来这个魔术有什么要求吗？那我这样，既然说为了证明一下他们跟我是好朋友，那我就是要感应他们。感应他们。对，要做一个感应，就是说你可以任意拿几样东西来，我就知道你拿的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你是说你蒙上眼睛？对，你拿几样东西，我就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先甭蒙眼睛。嗯。啊，你不是跟他们有感情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任意触摸，任意拿哪样东西？嗯，我任意触摸拿哪样东西？你不用蒙我眼睛，我背对着你，我背对着你，我离你三米开外。您的意思是，您这样你能知道我拿的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大家信吗？那我就拿了啊。拿吧。我拿了吗？我真拿了。你不能转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！你千万不能转，你要转身的话，那就没意思了，这个，对吧？我拿了啊！啊！我拿一个，我就这个吧，这个行吧？拿这个了。你一开始先拿了下这个，说我拿了，然后放这儿了。然后呢，后来就我这个，嗯，我拿了，然后放过去了。后来说我拿这个吧，然后呢，拿了啊，看着放回去了。这时候我转身了。哎呦，能！这也叫魔术？哎呦，这样，他练。那我现在就是这儿有两个硬币，如果您可以过来看一下，这儿有两个硬币，对吧？一个一块的，一个一毛的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现在这一个一毛的，一个一块的，我现在把一块的呢放到这个杯垫里边去。啊，这两个杯子你可以选一个。我选这胖的。胖的是吧？啊，一般聪明人都会选胖杯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说老祖宗就传下来了，胖就聪明人肯定会选胖杯的。啊，但是祖师爷说的这是。啊，那我现在把这个。什么叫祖师爷说的？祖师爷说的。对，祖师爷说的。那我现在把这个杯子罩上去。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一毛的，放到这个杯子里边去。怎么可能？对，你看我敲，你看啊，慢慢敲一下。没有，我就一扔，它就进去了。这不在下面了吗？还没，这没正式扔呢。嗨，大家仔细看啊，仔细看，这个动作很快啊，我现在要把它放进去了。一、二、三。
厚的底儿，非常厚的底儿。这招我得向王伟学学，谁家哪天改名没人的话，我，你想，那么厚的杯子扒他进去了，那我连钥匙都不用，哐就进去了。就接下来这个可以跟大家伙儿可以参与了，哪个观众愿意上来互动一下？快给你王伟哥学学，现在魔术很热啊。那这个魔术呢？你看这有两个纸杯，让你拿一下。确实，你可以喝一下，看看这个水有没有问题。没问题吗？那好，那这样啊，你现在把我这杯水举在头顶上，对，两只手举好。别洗头了啊。对，这样放头顶上。我往这边转，你往那边转。你现在能感觉水在里边吗？有感觉吗？水有啊。转停，转停，转转转。那这样啊，我这个水就已经，看啊，我这水就已经消失了。掌声掌声掌声。那你刚才跟我做了一样的动作，对吧？那理论上你这杯水也已经消失了，你能感觉水还在里边吗？能吗？有水吗？这里边有是吧？那我一二三往下倒可以吗？没事没事，就当洗淋浴了。你现在后悔上台来吗？后悔。那我数一二三啊。后悔来不及了。一二三。谢谢你姑娘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很有趣的一位小伙子啊。在每一行呢都有自己的爱好，希望电视前的小伙子们啊，年轻人们啊，男男女女们都在方方面面都多培养一些爱好，这样增添生活情趣。好好，王伟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，要现在要请你步入一位师梦想之门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王伟，祝你好运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认识的是今天的第三号主人公。现在我们掌声有请三号主人公吴丹妮。竹子浑身都是宝，能吃能用植物王，若想一睹奇风貌，跟我一起瞧一瞧，走。这个要让我们去了解竹制品的女孩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，来自竹乡安吉的吴丹妮。不论是手上的竹叶，还是这悠闲的吊椅，还有这可爱的小包，都洋溢着浓浓的竹香气息。这两盘是我刚挖回来的笋，安吉雨水特别多，雨后的竹林呀，漫山遍野都是笋。除了这些吃的、用的、常见的竹制品，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让我们来看看。我这个竹子做的背心漂亮吧？其实他们俩的衣服也是竹子做的。你看，这是3到5年的竹子，竹子经过加工啊，就变成是粗纤维。粗纤维啊，经过加工之后，又变成了白色的细纤维。细纤维最后啊，又变成了这个。从竹子到这个，可需要100多天的时间呢。你看看人家这姑娘，多懂事儿，上来就带来这么丰富的礼物。你能不能把这个青竹笋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，让大家去品尝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口福啊，新鲜的。谁想尝一尝？好的，手剥笋，哎，啊。先剥开来，这壳是不能吃的。阿姨，壳是不能吃的，剥开来。对，我教你。剥开来，对，笋啊，它长的时候也是壳慢慢掉掉，然后就长成竹子了。小伙子，你跟这位阿姨好好学学，别你出息点。你看这阿姨在剥皮儿，你不剥皮儿就往嘴里塞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有一个问题，那线，竹子。100天才能弄成线，就这个。是的，这是竹纤维的纺线。你先扯一段，扯吧。啊，断了。对，它柔韧性非常好。柔韧性非常好。对。大家看看。想看看。给。你知道这？这就是你感觉这好像是普通的线。嗯。其实这是竹子。也就是最开始就是竹子。特别柔韧，但是，对，我也要来。竹子里面怎么会抽出线？这是应该是一般我们讲，我们看到的一些化纤产品的线，那要经过化工处理啊。嗯，你这个是？对，它就是3到5年的毛竹，要经过高温蒸煮，一共有17道工序。啊，对，最后就会成了我们手中的那个竹纤维纺线。竹纤维纺线能用于什么用途呢？用途很多啊，啊，毛巾、浴巾、衣服，各种各样的。可是这个呢是竹纤维，勇哥你来摸一下看。竹纤维，手感呢非常的脆。来跟棉花比比看。棉花比较柔软，竹纤维好像比较脆一些。那咱们不要混了，这竹纤维。对，这是棉花，大家看了。它沉下去了，我这还没沉。但你漂浮感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会游泳。我不会游泳，我旱鸭子。我也旱鸭子，我会潜水。它怎么会沉到水里面去呢？这个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啊。因为这说明啊，竹纤维它的吸水性是棉花的好几倍，所以呢刚放进水里它就沉下去了。这所以说我刚才也说过了，竹纤维做的衣服我们夏天穿啊，它是非常吸汗的。
我们也第一次知道竹子还能这样的去再开发和利用。我们也没问这个吴丹妮啊，吴丹妮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勇哥，嗯，你还没发觉我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卖竹子的。我啊，其实是我们老家一个公务员。啊，作为一个公务员嘛，那负责推广我们的竹文化，还有跟竹子相关的产业，是不是本职工作？不是，人家竹子长得好好的。